这个窝头啊，加上这个外婆菜，真的有小时候那个味道，特别的怀念。嗯，很久没吃到这么地道的味道。慧慧，今天做什么吃的？咱们今天做个三合面的窝头哈，再炒个外婆菜，别提多好吃了。咱先放上800克的这个三合面，这个里边什么也不用放，直接用凉水和面就行。这三合面是啥面啊？小米面、黄豆面、黑豆面，都是非常好的粗粮。咱们做窝头的这个面哈，尽量。